是那个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份名单。快跟上！跟紧啊！哎呀！你们到底查到了没？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只针对小家庭吗？感觉这些小家庭生活会开始产生变化。不行，他要蓝牙耳机，什么都监听不到啊！啊！哎呀！可恶！别轻举妄动，慢慢走出来。那个是？难道说？中文小家庭设计 ，Sony Bravia 4K 电视，轻松入手，正式使用。看电视、玩游戏、Netflix 电影，我最爱内建1.9系统免费 App， 随你用，享受趁现在，还不快来买！接上蓝牙耳机，半夜看电影。再不怕吵到人了啊！听说隔壁的陈太太啊，她用 Bravia 的料理 APP 学做菜，厨艺进步很多哎。看我脏吗？她已经很久没来洗照片了。又是 Sony 吗？この番組はソニーブラビア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。灭火吗？啊！前辈 我真的好想玩游戏。谢谢了你，我能送你的电视就好了。可恶啊！